好啦，咁啊，事不宜迟，马上开始我哋11月4日晏昼哇6:08嘅师傅讲港股呢个时间咧，咁啊，当然都要有阿黄师傅喺我身边嘅。咁啊，师傅你好 ，Johnny 你好，大家好。嗯，咁啊，今晚啲声咧似乎都冇问题啊吓。咁啊，我讲细声翻少少先。不过咧，大家咁啊可以继续咧留意住我哋嘅节目，有咩问题咧都可以留言噶。啊，本来咧今日应该第一时间问下师傅关于9988点样部署噶嘛，因为今日嗰只先系焦点。不过唔紧要啊，我哋讲完个大市先，揾下师傅，咁啊跟住咧先至再同大家分析一下，今日要讲嘅洛阳木业，跟住再落去咧就讲下今日啲焦点股份，帮大家解答问题啦，师傅。嗯，咁啊大市今日咧就低开嘅，恒指低开150点。在見到24733點全日最低位之後咧，就展開反彈，最高咧就反彈到25094點。其實今日高低波幅咧就都算窄㗎嚇，即係大家本來以為美國總大選開始點票，咁個市況會比較挫，但係結果咧高低波幅咧都係講緊261點，而且咧個高低位係開始。後半個鐘頭內左右咧就見曬啊，之後咧就再就喺呢個高低位之間窄幅上落啦。恆指最後咧收市係報24886.86，就跌咗54點，跌0.2%。不成交咧就多咗有1728億嘅。至於國指咧就收10099點，升28點，升幅0.3%。期指方面繼續高水嘅，今日我哋見到11月期指咧就收呢一個24942點，雖然跌咗87點，但係高水56點，成交咧就有150000張以外。咁睇翻個恆指嘅技術走勢講咧，其實恆指個技術走勢就唔太差嘅啊，今日個高位咧仲一度係再創近期新高，因為今日高位見過25094啦。收咧就收24886，都連續第二日收喺條100天線以上，亦都連續第二日咧係收到喺24830個頭肩底嘅頸線之上嘅。咁如果聽日都收到喺100天線同埋個頭肩底頸線，100天線而家就喺24750啲位啦。頭肩底頸線咧就24830啦。如果聽日都收到喺呢兩個位以上咧，咁就都初步可以確認咧個。肩底的形態成立，咁後市咧，如果突破25000，企穩25500咧，都有望挑戰250天線。而家250天線咧，大概就喺25420點嘅水平㗎。咁所以咧，其實師傅而家個市嘅氣氛咧，都仲係未穩定啊，因為咧，我哋睇翻啦，喺呢個選舉個方面啦嚇，咁啊，似乎咧而家仲係暫停咗點票，咁啊。部分嘅州咧就繼續點緊，市場都未有一個結果喎。嗱，見到咧，威斯康星州嗰邊咧就拜登就反領先嘅啦，但係喺票數上面咧，紅色嘅都仲係特朗普領先緊。咁啊，而家暫停緊點票啦，即係嚟緊呢幾日咧個市場咧都仲係受住呢件事件嘅困擾，比較膠著嘅喎。咁啊，我哋應該點樣去把握咧？距離250天線有冇機會？又係咪有較大機會衝一衝上去咧？但係從嗰個 RSI 嚟講咧，就驚佢好似今日咁樣衝高咗，都企唔穩就回落翻啦。即係會嗰、那個即係如果我哋上堂話、那個上影線會比較長咯，因為 RSI 始終呢兩日咧都係喺60/61咧就再上唔到啦。雖然個指數就係唯獨是即係嗰個要挑剔或者係。扣分的就是個 RSI 不配合咯，所以又加上如果你從基本面美國大選的結果喺仲係膠著未有一個結果之前咧，我諗個市就比較難去挑戰呢個250天線嘅。好嗱，咁啊，師傅講完呢只之後咧，我哋講完個大市，我哋跟住跳一跳過去講只3993洛陽木業先嗱。不要以為師傅講的沒料到啊！尋日咧，大家記唔記得講咩啊？992啊，聯想集團啊，今日最高咧升咗9%啊！最高見過係呢一個嘅
5.43 啦，今日收5.32。好啦，咁今日點解又要分析只3993咧，師傅？嗯，洛陽木業咧，佢就係、是、從事基本金屬、稀有金屬嘅開採啦、洗選啦、冶煉啦等等嗰啲嘅業務啦，仲有亦都從事加工啦，同埋礦產貿易嘅業務。咁但係佢嘅基本金屬同稀有金屬都多嘅嚇，佢係全球最大嘅白烏啊，烏就金字邊做個烏烏。白烏的生產商，亦都係第二大嘅鉬同埋泥嘅生產商，或者泥咧個字金字邊做個泥鉬嘅泥，咁亦都係全球前五大木啊，金字邊做個眼木個木嘅生產商，同埋亦都係領先嘅銅生產商。如果講磷肥咧，佢嘅產量就係巴西第二位嘅，咁所以即係好多時佢大家睇只內容木業咧，就會睇個鉬咧比較。睇得緊密啲，因為鉬受惠嗰個新能源汽車個電池嘅需求，所以你見翻咧2018年嘅時候咧，就最犀利啦嚇。嗰陣時個鉬因為供不應求，個股價咧就價鉬嘅價格亦都升咗好多。咁而洛陽木業咧，亦都係喺2018年嘅時候最高咧，曾經去到升過見到差唔多6.7嗰啲嘅高位嘅。咁但係呢近年咧，佢嘅股價亦都大幅回落啦。今年3月咧，曾經係跌到2蚊樓下，原因咧就係個估價咧，因為供過於求嚇，大幅回落，咁所以咧佢個股價咧亦都跟住估價咧就齊上齊落嘅。咁但係我哋最近留意到咧，估嘅價開始咧就似乎就已經捉咗底嚇，開始回升，會唔會進入一個上升周期咧？咁呢個對於內容木業後市嗰個走勢咧都～會有一定的啟示，因為咧，其實我哋成日講話鉬咧就係受嗰個新能源汽車最近個新能源汽車產業規劃嗰啲嘅政策出嚟，都會利好咧鉬未來嗰個需求，再加埋電池啊，其實咧嗰啲3C啊，即係手機啊啲電子消費品咧，總之有電池嘅嘢咧，裏邊都其實有鉬嘅。咁所以咧，我哋睇翻近期，因為電池企業嘅需求增加啦，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就係嘉能可，佢主要咧就係其中一個全球嘅鉬嘅一個主要供應商，但係佢最近就削減咗供應同埋下調產量嘅預期，所以咧呢排鉬價咧就開始係回升翻啦。第三季度啊，國內個鉬嘅平均價格咧每噸係23,500蚊人民幣。咁如果同舊年第三季比較，係升咗5.1%；同第二季比較咧，就升咗接近9%嘅。第三季同第二季比較咧，個鉬咧已經開始見到個漲勢啦。咁而踏入第四季咧，呢個係鉬嘅傳統旺季嚟嘅，因為每年12月到第二年嘅2月咧，好多假期，好多嗰啲節日啊，包括聖誕節啦、新年啦。咁所以咧就會帶動啲3C嘅產品咧嗰個銷售，咁喺啲3C產品製造商提前要備貨啊，要預備多啲電池，多啲電池啊，自然會對鉬咧會有個增加嘅需求，所以第四季一向咧都係鉬嘅傳統旺季嚟噶。而今年咧上半年因為啲手機製造商咧受到疫情影響，冇乜推新機，到9月、10月咧就發力了，推了很多新款的手機產品，加上蘋果剛剛上個月就發布了 iPhone 12，所以第四季那個估價呢可能會比往常的第四季呢還要更看好，洛陽木業作為全球第二大鉬生產商呢都可望受惠，如果未來那個的估價上漲的。而他今年頭三季度的業績呢都出現了一個復甦的，頭三季度佢實現嘅營業收入咧有803億人民幣，同比係大幅增長1.4倍，股東應佔日利咧賺咗16億，增長29.4%，同埋經營活動嘅產生嘅現金流咧有成96億6千萬，增長咗5.9倍嘅。咁啊，睇翻佢近期嗰個嘅股價走勢咧，都見到有個突破啦嚇，升翻穿曬
50同埋100天線，咁近期暫時個去到3.2度唞氣。咁如果挨近3蚊啲位，305-305啲位吸納，我諗可以未來可以嘗試3.4至3.45嘅。咁啊，止蝕位咧就可以用2.9止蝕咯。2.9做止蝕，哇，好忙啊！今日好多嘢要同大家去 follow up 嘅。咁啊嗱。講完就係洛陽木業先啦，咁我哋跟住落去咧要講只9988，嗱今日真係要講啦，師傅，因為好多朋友咧已經留言問緊嘅啦，咁啊9988阿里巴巴嗱螞蟻咧就塔 Q， 咁啊而家咧內地根據彭博嘅資訊就話咧，咁只螞蟻集團點解會塔 Q 咧？原因咧就係要去補充翻啲資本，因為佢係一間金融機構啊嘛，咁你又做放貸，咁又要似銀行咧，就要有啲嘅資本準備啦，咁等佢做好曬先可以嚟上，估計咧會拖半年。嗱，塌咗 Q 之後咧，今日只阿里巴巴咧就低開，咁啊好多朋友就話：，誒咁點算啊，師傅？而家仲入唔入得啊？今日個裂口都幾大嘅，師傅穿埋條50天移動平均線，但係後尾咧就喺低位嗰度買翻起少少，最終收報277.2，跌咗7.5%。好多朋友咧就300蚊有貨啦，270幾蚊又有貨啦。我姑且問論佢哋幾錢買啦，師傅你講下你對呢只股份落咗嚟啦，個估值一定有變化嘅，仲係咪350蚊咧 ？Some of the part 唔係啦，你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嘅，因為Some of the parts 啊 ，SOTP 嗰個計估值就係3嚿嘢啊嘛，佢嗰個電商啦、雲啦，同埋揸住買個股權啦。咁但係而家螞蟻第一就幾時再上就一個未知之數啦。第二就算再上翻咧，而家市場普遍估咧，因為嗰個監管環境收緊咗咧，佢個估值咧好大機會咧係會削減嘅。咁如果你就算將來再上市，個估值比今次原來預計嘅3000幾億美元係低咧，咁你計 some of the parts 嘅時候咧，阿里巴巴喺第三嚿啊，就係揸住買股票個估值就一定係縮咗水，咁所以咧就唔會嗰個350蚊呢個目標價咧係要下調噶啦啊，咁至於我哋再稱計過之後咧再。同大家講新嘅 SOTP 嗰個用呢個估值模式嗰個嘅目標價啦。另外一樣嘢嘅不確定因素咧，就係話因為佢仲係揸住買嘅股權啊嘛。咁呢段時間嗰個監管環境嘅收緊咧，可能都會令一啲資金咧就係暫時就流出。換馬，所以我哋今日見到美團啊創新高，9618追上嚟，9999追上嚟。尋晚咧，師傅，我仲見到只拼多多，我特登揾啲同類嚟睇嘅，拼多多創咗歷史新高，過咗$100一股喎。係啊，咁所以咧就未買嘅，我覺得就唔好急住啦，因為可能嗰個呢啲咁大市值嘅股份，如果有啲機構投資者沽翻啲出嚟，係咯。目標價的話咧，去我哋所謂叫做rebalancing 啊，即係重新配置過嗰個嘅比重的話咧，如果係調低比重，就即係話嚟緊都有一個沽售壓力，所以未買嘅，所以我覺得就睇定啲先。有貨270蚊嘅話，或者300蚊嗰啲咧，我估計佢因為我後市會比較審慎啲咧，趁反彈可以補翻嗰個下跌裂口嘅話咧。嗰部分咧，如果你揸重貨咧，又或者係賺錢與捱緊價位都係咧，趁補裂口就可以係減一減咯。如果個補裂口咧，我估計之前285蚊呢個支持位，而家會變成阻力位，亦都差唔多，因為今日個下跌裂口咧就係闊呢一個17蚊嘅嚇，介299到282之間。咁如果補翻一半咧，就升翻8蚊就可以去到290，但係你保守啲睇，當佢補1/3咧，咁就初步嘅反彈目標就係285咯。初步反彈目標285蚊。好啦，咁啊講完阿里巴巴啦，梗係要講只9618。哇！我今日調一調呢順序，先講曬大家關心嗰啲。呢一隻咧嗱，
因為其實有個破頂姿勢，咁啊爭少少，因為之前嘅高位咧就係337.2，今日337.6上到去，但係收市咧頂唔住就落翻嚟，咁呢一個咧就唔係個收市新高啦，係盤中創新高，收市未創新高，個 RSI 方面咧就弱啲嘅，又唔夠之前嗰個高位高喎。嗱，京東咁啊升，但佢係低開高走，咁呢只有冇力再上咧？師傅可唔可以 hold 低翻少少買咧？係啊，但係佢而家雙頂咧，我哋之前上堂都話雙頂而破咧，唔係冇咁嘅例子，但係就比較少咯。好多時都係雙頂不破，跟住回落再整固，再儲力，到第三次咧到頂而先至而破嘅。咁加埋佢今日你都有聽書啦，就係、是、雖然日中盤中高位就創咗新高，但係收市價330元咧，就仲未突破9月2日嗰日嘅收市價，嗰日就收332元嘅，即係仲爭2元個收市價未創新高，所以我估計佢嚟緊可能都會或者係會有個整固咯。咁啊，之前佢上個月嗰個長方形就係325元左右啊嘛，325-326。而家升穿咗咧，就由阻力變做支持位，所以如果回近325-326想換馬嘅話咧，就可以喺嗰啲位去買只京東啦。嗯，325可以買係嘛？嗯，325-326啦。嗯，啊，仲有今日有反彈嘅咁仲有隻981啦，咁又可唔可以買啊？師傅，中芯國際呢度咧都有唔少朋友問，咦，炒完未啊？23.8有貨，跟住21.7有貨喎。23.8，我哋之前話佢都係挨近100天線，即係個反彈目標係睇100天線啊嘛。100天線就係喺琴日就喺24.94，即係挨近25啦。但係琴日見到24.25咧，就回頭啦。咁啊，暫時咧就24元嗰啲位置似乎有一定嘅回吐嘅壓力嘅。咁如果落翻，我諗佢第一次升近條100天線。回頭應該未炒完嘅，應該仲，因為佢最近個成交都唔係多，唔係好多人落翻搭入翻上翻車嘅。咁啊，如果落翻去21元嗰啲位，再試下買。你望24元近期高位都有3.7元啦。咁而如果21元買嘅，你可以用19.5嚟做止蝕咯。好，嗱咁啊，即系21元嗰啲可以購貨啊，大家咁啊唔使驚，咁啊唞一唞先。咁啊，仲有隻700，我師傅話有朋友就問埋你啦，咁700今日都受到牽連嘅，不過咧都有支陽燭，嗱又係咧落翻去啲20天線位，咁冇買嘅呢啲位係咪啱啊？佢今日最低573.5，嗱佢但係20天線而家都上到去568。就嚟就會上到，因為都上得快嘅。20天線每日咧係以3元嘅速度上升，即係話聽日咧就去到570元，571元嘅啦。咁都要留意佢會唔會守得住個20天線咯。如果守唔住20天線要買咧，就不如等翻佢之前佢就560元嗰度，500-560元就做咗個長方形啊嘛，咁如果係即係而家升穿咗560，560就變咗係一個由阻力變做支持，咁可以落翻560元嗰啲位嚟後低去吸納咯。560元就騰訊嘅，咁嗱9988700388邊一隻博反彈最著數咧？9988700388，我根本就覺得我反而擔心佢啊，因為之前我都嗌住話似乎要沽啦，因為佢今年升咗咁多咧，當時即係300元升穿咗之後就冇曬力啦。睇咗唔係買300元穿咗邊會？300元穿咗，跟住炒到上400，係啊，當時就話388見388啊嘛，同埋見咗388之後就話仲未係高位，咁佢就除息前就差唔多400元就。就見咗頂啦。咁其中一個利好因素就係馬藝上市。好啦，你而家我本來都已經少少擔心佢咧，就係、是、馬藝都已經本來話上噶嘛呢、這個禮拜。咁但係佢個股價都冇力係唔好話388啦，最近最高都係去翻305都見唔到啊，
384.4，咁即係一個本來利好佢嘅 event 實現啦，但係股價就冇刺激，因為你想象都知啦，幾多人會因為買上市而走去買定388等收割嘅，係咪？今年長揸添喎，啲人都仲要。咁你到時候個個睇見唔再升。你 take profit， 佢 take profit 計數嘅時候就會增加嗰個沽售嘅壓力，再加埋而家馬亞又唔知幾時先能夠再上嘅話咧，諗嚟緊388咧會面對一定嘅沽壓，所以咧388我唔會走咗先係嘛？係啊，唔會去放入嗰個買入嘅名單咯。我睇下佢上唔上到380走得唔得啊，師傅？380，你真係今日、尋日、今日最高都係372，低位買翻嚟，留意住378嗰個阻力位咯。嗯，378好啦，幫大家問牌啦。跟住咧，如果你真係話而家直播嘅，我覺得就9618咯。9618。是因為咧，佢嚟緊又要分拆啦。今日咧最新消息就話咧，佢將會喺下個禮拜嚇分拆呢個京東上市喎，京東健康啊，應該係喺我冇記錯咧，今日啲新聞嚟嘅。係啊，喺港交所度會下週就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請。咁據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京東健康計劃集資最少$30亿。即係杯水車薪啊！230亿港元，最快咧就12月會下個月就招股上市嘅。咁佢個目標估值咧就係$200亿，即係相當於差唔多1560亿港元嘅。嗯，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跟住落去咧就答下呢位朋友咯。有位朋友 Andy 問你6185155入咗康熙諾新物，咁就上網幾多？上網咧就暫時係170左右啦嚇，嗰條20天同50天線而家跌穿咗，大概170附近，會係未來嗰個嘅回升阻力，咁就支持位咧就係140啦，用140做止蝕，上面睇170。華虹搬到睇，啱啱講完只981就冇講只華虹啦。哇，華虹今日都跌咗10%喎。咁啊，師傅，27.8買咗嘅呢位朋友，問你點算咧？嗱，如果你其實如果喺今日嗰支陰燭咁長，將琴日甚至到係4个交易日前嗰啲嘅升幅咧，都全部一日跌曬咧，我會覺得就呢啲位算啦，唔搏啦。因為今日一支陰燭都跌翻穿10天、20天、28都穿咗，係啊。咁你話如果我想豪少少睇，即係再低啲去確認佢真係轉勢先沽咧，就睇26.7。咁多8毫子，即係會輸多8毫子。但如果你問我咧，我就寧願而家差唔多同價啦嚇，就沽翻出去先嘅。1772咧就阿 Max 咧就啱啱答咗咩位可入上網指示，啱啱答咗噶啦。跟住1772未答啊，共豐利業邊度答？你未答啊？唔係你啱啱解釋呢只咩？哦，啱啱嗰只係洛陽木業，係啊，呢只係晋丰利業，係啦。咁啊，點操作呢一隻？呢只我哋之前睇好噶嘛，咁就破咗頂咯。又話近期嗰個嘅佢Altura，記唔記得有一晚我哋特別講澳洲Altura？嗰間最大嘅其中一間大嘅鋰礦嘅生產企業就清盤啊嘛，咁要出清存貨啊嘛，咁嚟緊個供應可能會偏緊，咁對於你鋼鋒喺阿根廷擁有啲鹽湖啊，鋰嗰啲鹽湖嗰個係有利啊嘛，咁佢之前就36蚊、45蚊嗰度做咗個長方形，咁升穿46蚊咧，量度升幅就54蚊，今日都第一個目標見咗啦。咁如果佢有冇講話幾多錢買嘅？佢冇喎，佢就係問你咧，只晋丰係幾錢可以買啊？上網指示啊，未買啊。我哋上個禮拜講 Altura 嗰個嘅時候，買嗰陣時47蚊左右啫嘛，而家偏離10天線，10天線啱啱47蚊，嗰陣時停住47蚊，任你買唔買。
家創破位創新高就嚟問追問幾時買？你話我哋以前冇講過呢只股票就即係難講啦。我哋有講過啊，亦都有分析過佢基本面。你而家偏離十天線，唔好害我啦。我係要等翻佢回近十天線先會建議係買入噶。可能佢再升，你錯過咗就係有冇即係？就錯過咗咯。嗯，好，京東答咗1299友邦保險。啊，友邦保險咧，呢位朋友就Chang Zhu Hang 咁啊，129978.5有貨。請問上望幾多咧？唔該，師傅。上望82元啦，指示位就75元啦。嗯，好，175吉利咧，咁啊可以几钱入？哇，今日咧系只吉利汽车咧又系强势，哇，连续三支大阳烛啦！但系 A 股上市又未有消息，咁啊，师傅第一日礼拜一嗰日升咧，我哋话佢起码会见翻19元，因为佢都系18元，你都有1元赚啦。点知破咗顶？破顶你仲赚多1元添啦，系咪？嗯，你升咗三日，偏离条十天线先嚟问咩位入？唔系，佢问系今日走咗啦。請問幾錢可以再入？買翻 OK 咁啊，咁啊 OK。如果落翻去呢一個18.9啦，啊，18.9，其實都唔使咁心急走住啊，係嘛，師傅？咁因為佢可能牛得太耐，咁即係運咗人餓咗咁耐，咁你見到有即係難得連升三日，升咗咁多就嗰、那個。嗰、那個誘惑係大嘅，一年新高啊！跟正一年新高，好跟住落去咧就2238、2333，你揀咩啊？長氣啊，定還是係廣氣？長氣個升得太多啦，個股值都成20几倍 P/E， 咁你而家2238講緊係11倍，係佢個市值係市盈率係佢一半。左右啫嘛，雖然你唔好預期佢可以升到同佢一樣20几倍 P/E 啊，你話如果去翻15倍 P/E， 再升多一個15倍 P/E 都有個上望嘅空間咯。嗯，哇，師傅，我見到咧去9.90嗰度咧阻力好大啊嚇，咁嘅話有機，如果今次衝到上去就唔止10元嘅咯喎，真係。三個頂，唔係啊！咁你再未上9.9之前，喺9.3，如果你留意今年1、2月咧，9.3嗰度即係有2个頂嘅，一個頂就9.9啦，第二個頂就係9.3，所以你而家買你望9.3，你都有1元，差唔多接近1元執啦。時候破得9.3先望9.9啊10元嗰啲嘅目標咯。嗯，好，咁啊。嗱，啱啱師傅阿里巴巴使唔使走咧？咁如果有貨，唔使嘅。咁啊，啱啱師傅都俾咗啲位大家。咁啊，Jade 你可以聽翻之前嘅嚇。咁啊，跟住1137現價可唔可以入啊？香港呢只香港電視。嗯。嗱嘅技術上，我覺得呢啲位你適宜等等，因為佢股價跌穿咗10天、20天線，10天線亦都跌穿埋20天線，出現咗第一個死亡交叉。而家就考驗緊50天線嘅支持，50天線咧就喺11.2嗰啲位。如果跌穿咧，可能仲會再要再調整深啲嘅。RSI 咧就穿咗50都未上翻，因為佢咧就好多時就係、是。香港的疫情呢差呢反彈呢佢個股價就升緊住，但呢排疫情我哋都算叫做受控啊嘛，即係個新增嘅案嘅例嗰個數字都係單位數啦，唔超過未去到10几嘅雙位數，咁所以佢股價可能因此呢而會有個回調嗰個嘅機會咯。如果跌穿11.2條50天線咧，就可能會試翻落去10.06左右嘅。嗯，好，10.6，抹低先。跟住，師傅175你冇講新嘅目標價喎。佢問，唔係咁上望幾多咧？你定個 OK， 頭先嗰個就話你落翻18.9去買如果佢而家就今日20.45，下一個目標就22元咯。嗯，22元好，175吉利。哦，
跟住939招行啊，建行同3968招行減邊只？咁啊，梗係招行啦。師傅嗰日都有講，我都有問過師傅呢個問題噶嘛。係啊，今日3968有破頂咯，係咯，嗯，係招行，其實招行咧，你覺得難咩位入好啲咧？而家其實你睇翻佢上個月曾經衝到上44.5，跟住嗰下調整咪落翻條十天線。穿過跌穿去到廿天線先至回升，咁你而家廿天線咧就40.08，偏離咗成四個幾銀錢等咯，等可能等到時佢回調咧，落翻十天同廿天線中間咯，咁嘅時候咧就去買又未必話會等好耐，因為而家十天線咧就開始，因為最近又升翻急啊嘛，每日咧就係3毫子嘅速度上升。廿天線咧就每日係以5毫子左右嘅速度上升嘅。嗯，咁45蚊有貨嘅朋友咧，係咪可以等一等上望幾多啊？咁時候，哇！佢而家呢個都係多年嘅高位，歷史高位嚟，係咪歷史高位啊？係啊，咁就上次由44.65調整到40蚊啊，如果咁計咧，可以。睇到48.9蚊嘅，48.9蚊，好咁啊，答咗 Angel 先 ，Angel 話學生幾時可以重温師傅10月份嘅課堂？咁咧嗱，我哋再幫你問一問翻，跟進翻先。咁如果你有咩問題，可以 send 去 metrolink@mbc.com.hk 嗰度問一問佢哋，嗌佢哋俾翻個password 同埋個登錄嘅方法你，咁就得噶啦。好，跟住。啊！9999仲有冇得再上啊？142蚊買咗啊，師傅。即係我哋啱啱講開咧，啲錢咧一定就會走啲噶啦。即係點走咧？係由呢一個阿里巴巴嗰度流走。今日成交金額都成200多億啦。咁所以你留翻少少落去啲京東啊、網易啊啲都啊，養即係叫帶到佢哋上去啦。咁仲上望幾多？佢呢個位就尷尬啲，因為今日個高位咧就俾條廿天線喺137蚊嗰啲位咧就擋住，收市價都係收喺廿天線以下。嚟緊你要睇咯嚇，短期可唔可以突破137啊企穩？咁如果升穿137企穩咧，可以上望翻142嘅。嗯，3918咧就係呢只金界控股，呢位朋友咧就10蚊有貨，問下師傅上望幾多喎？上望咧都係8.8左右啦。因為始終你而家兩樣嘢咧，第一就係嗰啲特別係中國旅客去柬埔寨咧，都個人數都未恢復翻以前啦嚇，都係有個疫情嗰個嘅因素喺度。第二咧，中國最近咪出咗政策話要打擊嗰啲去境外旅遊，但係就去實際去賭錢嗰啲嘅政策嘅，咁呢個會對一啲在境外，特別是主力是其中主力是做這個中國賭客那些的博彩股呢，是會有個不利的影響在這裡，所以自己8.8而已。我問師傅，你有沒有看過一段新聞呢？就是說有些人騙啲人出去賭錢，跟住要佢哋焗賭，俾200萬佢，叫屈佢借200萬，跟住咧輸曬嘅，咁所以咧仲要問翻屋企人借錢求救，先至放翻去，由第二個國家翻去。結果咧，而家內地就嚴格，即係好打擊呢啲海外嘅賭博啊。咁啊，大家要小心啲。嗱，呢一尤其是啲海外賭博股啊，跟住1347使唔使止蝕？啱啱講咗啊 ，Lilian， 睇住啦。要啊，2382咧就係呢個信宇光學。咁啊 ，Annie 就問啊師傅，140蚊入咗，使唔使出貨啊？而家就輸緊錢啦，你又係高追，咁就我諗暫時睇135、145呢兩個呢10蚊咯。唔出135你就可以揸嘅，咁就上邊睇145計數，穿135就止蝕。好，咁啊。981答咗啦，咁啊9988答曬啦。村民話你師傅，你整咗條眉啊。好，跟住6998啊，呢個6998阿 Raymond， 咁啊嘉和生物佢咧就係係咪699818.06入咗30000股，哇！18.06佢咁薄啊，唔似佢喎，有冇機會睇到22啊？開始個底個股價有少少觸底回升，好似兜兜地上嚟18蚊嗰啲位都三次到近3日都試過18蚊唔破，咁咧
咁你18.幾買嘅，你可以用18蚊做，或者17.8做止蝕。咁就初步咧就會睇翻呢個21蚊先咯。嗯，咦？睇嚟好多朋友有對另外一隻有興趣喎，1810小米集團。咦？今日佢都受惠啊！佢都升咗7.9%喎，師傅。喺啱啱我哋講 ATMX 裏邊咧漏咗佢啊嚇。咁啊，師傅呢只點啊？好多時個走勢就好飄忽嘅嚇。嗯。咁有時就擔心第四季佢嗰個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可能又會俾對手啦，係咯。蘋果同埋華為咧就搶翻啲market share， 咁所以咧就今日偏離咗條十天線咧，我又會覺得就要等同忍咯。佢嘅十天線今日喺22.1，咁你今日收23.95咧，偏離咗成個百人錢嘅。哇！師傅嗰啲線搶埋一注喎，十天、20天、50天都係扭埋一嚿喎。唔係你今日嘅咁樣升咗成700%，起碼條十天線就會拉開噶啦嘛。嗯，好，跟住落去咧，我呢邊仲有2282啊，咁啊2282睇下先，2282，呢只就美工回中國，咁啊9.6入嘅，問師傅上升咩位沽咧，咩位再入翻？呢排都係range bound 嘅，即係炒上嘅。係啊，上邊我睇10.02啦，咁啊可以沽出啦，落翻挨近9蚊就都係呢個長方形咯，9蚊10.02之間上落嘅。嗯，318.1有貨有冇機會翻到去？中國動向過一有貨都輸咗2.幾指，要等埋個業績㗎啦，你。佢11月25日會出中期嘅業績，但係佢今日點解跌咁多？梗係同阿里有關啦。係啊，咁啊，所以就如果阿里短期都偏弱嘅話咧，佢要上翻過一係快咁容易咯。就而且就佢11月25日就會出中期業績，咁喺呢段時間市場都會可能會傾向觀望嘅。嗯，當當我當你問咗啦，嗰條問題答過啦，你自己上去睇翻啦。去問981啦，師傅。嗯，1310啊，我哋而家睇翻，咦，1310冇貨，不過咧近來咧連跌，係咪有咩不利消息啊？咁啊，吸納嘅話上望幾多咧？嗯，最近有行啊調低佢嗰個目標價嘅，咁啊，不過都係維持擺入評級但係你睇翻佢嘅股價咧。跌穿了條100天線、250天線，技術上嚟講就穿曬兩條線，咪係咯，高壓增加咯，同埋陰足多過陽足。佢係咩錢買？咩幾日未買啊？佢又冇講，佢就 RSI 咧，而家係落到10，係超賣，但係就未背持，所以咧最適宜就等個 RSI 出現背持先買落去，反彈係嘛？安全啲啦。上望幾多咁？都未背持哦，唔好買住。未俾到個買入位，佢仲係摸緊底，咁你點知佢跌到11蚊啊？定係10.5？咁你到時你11蚊嘅反彈嘅上望，同跌到10.5反彈嘅上望就唔同噶啦。嗯 ，scrapbook 啊，佢係阿師傅好多朋友咧又問咧嗱呢度係有隻6088啦，呢個咧就係紅騰精密，紅騰精密咧幾時入？哇，都好核突喎走勢。係啊，咁咧就佢而家由你睇下佢好似一個雙頂咁樣啊，前個頂7月就4.76，近期個頂就4.43，就比前個頂低。咁呢排由4.43碌落嚟咧，跌得好急啊！咁嚟緊我諗佢要考驗250天線2.75嘅支持，睇下守唔守得住2.75先。如果跌穿2.75，你就唔好買啦。好，咁啊，30337蚊至7.9上落，阿師傅話嘅，咁見佢幾次咧，上到7.7呢啲位咧都上唔到，今日就睇下先，佢我3033，咁啊，佢就想問翻咧，師傅咩位再入過咧？佢今日沽咗，佢想問係啦，咁啊沽咗。佢呢排咧，因為啲科技股早排都有個別係創新高價啊嘛，咁所以雖然係只阿里拖差啲啫，但係其他都。所以佢有如果冇記錯30隻嘅股嘅成分股，咁呢排佢已經低位，你可以留意咧，就係最低都係落到7.43咧，就冇再低啦。咁如果你走咗我覺得就未必可以。如果你要等翻6.9嗰個嘅長方形底部咧，
我可能有一段時間都落翻，咁你不如就7.45嗰啲位去買，反而就跌穿6.9咧，用大概5.0嚟做止蝕咯。嗯，師傅3.90有冇講啊？美團今日3.90冇講，破咗頂係啦。嗯，破頂咧，佢之前280到230之間啊，50蚊。嗯，系啦，咁啊，280加多50，咪330咯。嗯，好，好，师傅，请你准备下你嘅 YouTube 问题，同埋咧，俾定个画面我啦。你要离开啊？系啦，今晚星期三啊，3、4、5咧，我都要过去做场内外联先啊。好，我见到 share 画面出咗嚟啦，咁啊，大家剩低嗰半个钟，咁啊，可以同阿师傅答下问题啦，等阿师傅解答下大家 YouTube 方面嘅问题吓。好，見到。大灰熊就問只萬國數據。但你記得點翻落去啊？而家又灰咗畫面。好，睇到啊！而家睇到，問只萬國數據，現價可唔可以入？呢只我中意噶，佢喺美國上市，二次上市，因為佢喺內地嚟講咧，就係都係數一數二大嗰啲數據中心。咁而家雲服務嗰個需求咧，對數據中心嘅需求係可以穩定咁增長。留意啊，喺我諗84到85嗰啲位置買入咯。咁啊用上市第一日個低位81做止蝕啦。咁啊，如果升穿今日高位87.45，先睇90嘅。跟住就呢、這個。Jojo 問6988互樂享互動，就話4.6有貨，點樣操作？嗱，佢尋日大陰足跌穿條十天線，今日咧都好嚇人嘅，哇！一插到3.1，所以呢啲半身股咧累積升咁多咧，一上到高位喺度浪上浪落咧，可以話就風高浪急嘅嚇。咁咧就佢而家十天線4.25。穿咗咧，我覺得呢個位有阻力嘅，而且佢今日3.1抽翻1咧，都算唔錯噶啦嚇。所以上網咧，你4.6買咧，跌到3.1，你輸成個半銀錢，輸成30%嘅。咁所以我又加上佢個走勢係琴日嗰支大陰足咧，都唔係咁對路啦嚇，個走勢升咗咁多，而出現一個大陰足，好有少少散水嘅格局。咁你如果你買咗個高位，佢散水落翻去嘅時候咧，你趁反彈翻4.25咧，輸少當贏就走會安全啲咯。另外咧，亦都可以定個呢個指示位就3.9，如果跌穿3.9咧，都適宜係指示。咁你都係輸7毫。如果佢穿3.9落翻4.3，今日低位啊，3.1啊，或者再低啊，嗰陣時你輸個幾，輸越多，你就可能唔捨得止蝕噶啦。跟住 boy boy 問1801，順達生物上望幾多？佢59買嘅，暫時我會上望咧就係20天線62.5左右啦嚇。跟住 Carrie 媽媽就問9922，今日9.9都算叻仔，因為今日就一支洋燭升翻，16.6有貨走定留。咁你而家就有差唔多9毫子嘅利潤啦。我諗你可以睇佢如果升穿條十天線17.5，今日啱啱高位就俾條十天線擋住。但如果17.5升穿咧，再睇反彈高啲咧，50天線就17.9可以。賺多佢4毫子嘅，咁你定個止賺位就17做止賺咯，因為16.6唔穿17就睇17.9，如果穿咧就止賺咗佢先啦。Money Money 問968現價買唔買得？我會嗱，你第一件咧，我都話雙頂 RSI 背持，今日低位仲跌穿曬近期10月嗰啲12.1左右嘅低位咧，都跌穿，今日最低落個11.94。呢只咧，我相信咧喺近期咧啲大行又出報告唱或者股評人又喺度睇好啊，但係其實佢係由5-6升上嚟，已經升咗2倍嘅啦嚇。就算你話太陽能光伏玻璃，冇可能係。永無止境咁漲價噶嘛，所以咧就我驚佢係開始進入一個
一個下行啊調整嘅階段，嚟緊可能要試翻條五十天線。而家五十天線就喺11.4嗰啲位嘅，所以唔好急住去買咯。跟住阿 Carrie 媽媽，你答咗你啦，所以我就唔再答啦。JJD 咧就問981啊，係咪轉弱23.8有貨？頭先都講咗啦，如果唔穿21蚊咧，都呢陣可能係即係呢排升咗之後嘅一個回調啫。阿 Rosa 就問物管股而家可唔可以買？你買都係博一個超賣嘅反彈咯，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即係一路揸一路升嚇，長升長有。我諗物管股咧就已經係見咗頂噶啦。咁你如果3662喺佢今日都創咗個新低價4.9，不過就 RSI 出現咗已經出現底背持啦。咁你可以部署啊喺5.1左右買啦。咁啊上望呢一個。5.65咯，咁啊跌穿4.9就止蝕啦，啊，跟住就阿 Fion 問1686新意網，7.6有貨，現價是否可以入或是換981中心或降風？降風已經錯過咗啦，46.7蚊嗰陣時都。我哋都有講，而家去到54蚊，你先至話換佢咧，我又覺得有啲高啦。咁1686，我之前都話我幫客管理嗰個嘅因為5.幾買嘅，升到7.幾咧，已經係計咗數走咗啦，因為覺得佢估值都高，同埋佢將來嗰個新嘅數據中心咧，就冇咁快落成，你都要等一段時間。先至會對個業績帶嚟個貢獻，咁所以就換馬。如果你係短期真係兩隻之中咧，你換只981啦，試下嚇1772就唔係唔好，但已經係升得多啦。跟住就嗱，阿 Nick 就問點睇人民幣？人民幣呢排已經升值咗唔少啦，我哋都知道。咁但係嚟緊咧就好睇，真係拜登贏定係呢一個特朗普贏啦嚇。咁如果特朗普贏嘅話咧，人民幣咧就可能係會有翻一個調整嘅。我哋今日見過離岸嗰家都好波動，咁當時見到呢個特朗普好似有翻啲勝望咧，勝算咧。就個人民幣嘅離岸價就見到好明顯嘅一個沽壓喺度嘅，咁所以嚟緊都要睇邊個當選總統。跟住咧 ，Very Very 就問金鋒科技想再買翻回到咩金鋒科技呢、這個唔係金鋒嘅，係洛陽玻璃，想再買翻回到咩位買入？唔該嗱，佢嗰、那個股價偏離條十天線太遠啦嚇，唔到十天線咧我就打死都忍嘅。你都亦都見到咧，佢連續兩日咧都係個上影線好長啊。琴日咧最高衝到上5.13，收咧就收4.29，即係話咧琴日如果喺收市價以上買嗰啲咧，全部要輸錢。而且咧，如果你5.13去追嘅咧啊，或者5蚊追嘅咧，收到落4.29咧。一輸就輸咗7.幾毫啦，你可想而知嗰個殺傷力係幾犀利咧。今日又嚟一陣啦，今日湧過上去4.82，殺翻落4.06，高低波幅成7.幾毫，咁如果你4.5樓上買嘅，收市價又冇咗4.5毫啦，所以咧呢同埋加埋佢以前個業績一路差嘅，咁而家個估值都係。在玻璃股嚟講，其實佢係有少少炒到逃微，即係啲福萊特升曬啦，信義升曬啦，信義光能升曬啦，信義玻璃升曬啦，福耀都升埋啦。啲市場先揾呢只最落後嗰、那個業績最唔得嘅嚟去炒，咁所以就我覺得個基本面就唔係咁好，加埋偏離條十天線咧太遠咧，我唔建議去冒然去追入咯。
咁就等咯，等佢回近翻條十天線啦。阿譚月明問1211冇貨咩位入，其實你唔使問我啦，我都俾曬呢個錦囊，就話落翻十天線你咪買咯。而家十天線喺153.6，今日收170元，偏離16.幾啊，已經係偏貴等咯啊。你話唔會見翻十天線咩？唔係㗎，你睇個圖啊，過去一路升嘅時候，個上升過程中咧，都不斷係回試翻條十天線。不過問題就係落到十天線，你又可能唔動心，心喐啊，唔想去買咁解啫嘛。跟住思鄉 Cam 咧就問1612.8有貨要走嗎？近期如果唔穿你過百萬，而家收178都唔係話蝕好多啫。咁就165啦，用165做指示啦。唔穿165就繼續揸住上望都希望佢短期會彈一彈上2元，咁你可以有機會賺住走嘅。跟住 YC 撈08就問8083或者係9911。如要入貨邊只好？8083就中國有賺，9911咧就係赤子城啊。咁咧就兩隻如果計嗰個幅度嚟講咧，我會覺得就可以赤子城好似直播率高啲啊，因為佢由7月2.8跌落嚟嘅，咁而家得2元啊，就如果係挨近過九嗰啲買啦，因為其實佢今日一跌穿過2元，最低見過170嘅，咁你可以睺喺過九嗰啲位買。第一個目標咧就睇翻2.2升穿2.2企穩先睇2.4。咁如果過九買咧，就可以用1.75咧做指示啦。跟住阿盧嘉希咧就問853現價可唔可以買？都有個小圓底嘅啊，開始。兜兜地同埋連續3支洋燭，咁如果睇下會唔會回一回翻到大概29.5啦，嗰啲位置買，咁你上網咧就睇翻條100天線33元，咁如果29.5買咧，就可以用呢、這個27元做止蝕咯。跟住就WKT 問。1833隻平安好醫生就係118元有貨點算？但因為京東都話分拆京東健康，可能會掕翻起隻平安好醫生啊，同埋隻阿里健康嘅。咁你118元買嘅話，只要唔跌穿近期嗰、那個97元個低位咧，我覺得有機會係可以，如果升穿。106.5咧，可以上翻大概係110元到113元嘅，咁你到時候就輸少啲咯啊，咁你可以用97元嚟做一個止蝕嘅防守啦。Nana 咧就問只中聯重科8.3有貨，咩位可以溝貨？呢排最低就見到6.66，咁呢兩日嘅低位就6.87，咁所以如果想溝咧就6.9嗰啲位溝咯。跟住 Sylvia 咧就問11119創夢天地上望幾多？佢就4.14有貨。佢近期咧反彈到4.1就冇力啦，所以你要留意住咧4.1呢個阻力位。如果能夠突破翻4.1企穩咧，就可以睇4.25嘅。咁下邊咧，因為佢之前一支大陰燭咁跌落嚟咧，彈咧彈力都唔係話好強，都小心佢彈唔上4.1咧。如果跌穿3.85咧，你係真係要考慮止蝕㗎嚇，否則都話佢可能一浪低一浪嘅走勢。Eva 咧就問只華潤水泥係咪有冇起色？開始見到個股價，因為第四季都應該係水泥旺季啦。咁見到個股價去到9.8就做咗個小箱底，今日個收市價咧就上翻250天線，亦都輕輕升翻穿條10天同20天線。嚟緊嗰個反彈目標咧就睇10.09先咯。啊，咁你11.75有貨咧就可以揸住先嘅。
到10.09先再問係留係放啦嚇。咁啊，只要唔跌穿9.8就可以繼續揸嘅。跟住咧就係、是、小雪問只阿里健康20.03買嘅，咁啊點睇？今日都見到佢跌到落去50天線，有支持收翻上20.8都唔錯啦。咁啊，希望呢、這、一個京東分拆京東健康都佢都會受惠到。上網22蚊，指示位就19.5啊。跟住李小麥咧就問只1919中遠海控可以上網幾多？哇，9蚊有貨啊！即係捱緊價位上網。5.5先啦，下一個目標就係、是、你而家唯有係即係一路再升嘅時候因為你距離咁遠，我就算話俾你聽，上網6-7蚊你都係都於事無補嘅，係咪？佢又唔會咁快上，所以你咪一路睇住佢啲動力冇減弱嘅話，你咪揸住先咯。RSI 都係強嘅，今日去到83，咁所以就。暫時睇5.5，跟住睇下佢係咪啲動力 keep住有動力嘅，就可以繼續回升嘅。咁就京東掃貨應該都會受影響。點解京東股價可以升？因為京東咧，佢唔係京東掃貨就係金融嗰個業務啦，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好在佢有京東物流，有京東健康。咁而家講緊話京東健康下個。月咧就可能會喺港交所上市啦，咁所以變咗有一個利好嘅分拆嘅呢個消息啦。Simon 就問909名元雲35蚊有貨，上望幾多？哇！今日咧又破咗位啦嚇，呢個創咗新40.45個新高價。咁如果計翻佢之前嗰個嘅量度升幅咧？就可以，因為佢之前最高37.5，最低就30.85左右，咁嗰度大概咧就係六個幾銀錢，咁如果計翻個量度升幅咧就44蚊嘅可以嚇咁睇啦。如果你35蚊有貨咧，你定個止賺位就睇44蚊咯，止賺位咧就可以定翻喺之前嗰37.5或者37蚊啦。嗱，唔穿37蚊、37.5咧，就繼續揸就睇44蚊。I V Holman 呢個780同情麗龍15蚊有貨點算？趁反彈沽咯，佢走勢唔靚嘅，你睇佢喺6月開始咧。好呢個好似一個複式頭肩頂嘅形態，3個左膊，2個右肩，呢個就係個頂啦。咁咧就而家跌穿咗條250天線，3.5啦，一彈翻13.5上唔到咧，你都係輸10%左右咧。15蚊買嘅，可以到時候去沽啦啊。跟住咧就係、是6.97隻首程控股一注喺2.67，幾時買入第二注？好似我呢排都答過嘅油文。如果係落翻呢一個2.5或者2.45咧，先買第二注啦嚇。你第一注2.67嘅，咁就福方問只2169滄港鐵路，滄港鐵路咧就。上個禮拜創咗個1.88新高之後咧，都回得好快。我諗嚟緊咧，先會要試翻1.2到1.25嘅支持啊，守得住就冇問題。如果守唔住就小心啲啦啊，因為佢都係由上市第一日9.2升上嚟，5個交易日咧升到1.88咧，升咗比個低位嚟講咧係升咗1倍嘅。咁所以嚟緊我驚佢會試翻。1.22、1.25嗰個嘅支持嘅。Serena 就問2823上望幾多？佢係買入價平均17.5嘅。上望就18.5啦。咁你17.5買嘅話咧，就可以用17蚊做指示咯。上面上望就係18.5。Ida 拉德 Lam 就話首次留言，好多謝你嚟收睇，咁啊有咩問題都可以隨時寫入嚟咧留言咧問噶。
跟住咧就係、是、有、呢個我都可以打一打。但 Lily 話阿里健康係咪會受呢個阿里巴巴9988影響？我又覺得影響唔會直接影響到，所以今日你見到佢都係先跌後升，比琴日嚟講咧都唔使跌嘅嚇，都有一毫子升，因為佢主要做健康電嗰啲醫藥嘅商城啊，網上問診啊，同螞蟻嗰啲做金融啊，互聯網金融咧係兩個完全唔同嘅範疇，咁啊而家主要都係擔心嗰啲規監管啊規範咧，係衝住呢個互聯網金融而去推出嘅。跟住就關天拉就問3969中國通號可唔可以買咧？嗱 ，RSI 就有個背持嘅，咁你可以買係，因為佢跌得咁殘咧，搏下反彈咧，我都唔反對啦。咁就後位2.7買。咁就上網咧就係3蚊啦，咁啊止蝕位咧就係2.55啊，2.7買2.55止蝕，上網就3蚊。呢只就係中國通號。旭 fan 匡就問520隻集寶現價可唔可以買？如果你認為佢仲係嗰個升勢係持續，佢回翻落嚟十天線咧，應該就係買入嘅機會嘅。佢條十天線就喺13.2嗰啲位，但係而家呢個價咧收今日因為低開收高啊，14.08咧，我又偏離咗條十天線有9毫子啊，等佢接近十天線買就合適啲啦嚇。佢個十天線而家就喺13.2，每日咧大概係以4毫子嘅速度咧係上升嘅，所以好快嘅升上嚟，你唔使話驚嚇見唔到條十天線。伊松711就問只604深圳控股，咁就話2.6有貨，應該點樣處理？佢嘅走勢都係弱啊！你見到之前又話咩深圳派送大禮啊，股價咪飆一飆。飆到上2.6，即係好快咧，就一支大陰燭穿頭破腳咧，就跌翻落嚟。都係弱勢股啦。因為佢做房地產嘅，而家啲內房股都擔心嚟緊嗰個銷售會增長放慢，所以咧都係趁反彈翻到大概2.48到2.5嗰啲位咧，輸少當贏咧就走咗佢去換馬啦。但係如果彈唔起咧，跌穿2.3咧，都可能要考慮係忍痛止蝕咯。Zoey 就問3818點解今日無故下跌，就係同阿里巴巴嗰個嘅頭先我哋解釋咗個原因啦。咁問咩位止蝕，但係你冇提供嗰個買入位啊嚇。止蝕位就8毫子咧，就係條250天線啦嚇。跟住咧就蕭康明咧就問只152深圳國際可唔可以買？咁啊呢啲位咧都落到去，你睇見佢個股價咧12蚊到13.5長方形，咁挨近12蚊可以買嘅，上邊升到去13.5咪計數咯，都有10% 多少少嘅利潤。咁如果挨近12蚊買，就可以用11.5嚟做止蝕啦。跟住有網友就問只雷蛇1337係唔係已經調整完呢？再開車咧，嗱佢個股價仲未升翻穿條十天線，十天線就喺2.37嗰啲位，今日啱啱高位就係嗰個位頂住 ，RSI 咧就61，如果 RSI 上翻65咧，就有機會再開翻車啊，所以你都要睇嗰個引擎係咪再卡翻著咯，所以睇住 RSI。是咪上破65啦？跟住 Oli 就問388點樣操作？我頭先都表咗態啦，話唔係咁睇好388嗰個走勢，可能彈到378蚊左右咧，會有阻力。如果跌穿100天線358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大家等咗咁耐買上市諗住388食股嘅。而家塌 Q 嘅時候咧，我諗佢個股價都會有沽壓嘅。跟住就有網友問只9500李氏大藥廠，
咁就有貨4.3點睇？走勢都係偏弱㗎，穿咗條250天線都未上翻。250天線而家咧就喺大概4.52嗰啲位，咁所以如果去到4.52上唔到咧，咁你4.3入嘅話都有2.5之利潤咧，就可以睇住條250天線啦。如果升得穿4.52企穩嘅話咧，就可以睇高少少，睇翻上4.75。咁你4.3買嘅咧，就可以用4.1嚟做止蝕啦。Karen 問只2689九指係唔係破頂？昨日是破頂的，但是就收市價未確認，因為它三次試這個11.1，昨日最高見是11.3，但收市落回去10.09，所以收市價就未確認是收在11.1樓上。RSI 也有些背持，所以呢就你說好不好入，其實它之前6月由六七蚊升上嚟咧，差唔多升咗一倍啦。呢位我又覺得嗰個直播率唔係太高咯。Catherine Lau 就問914上望幾多隻海螺水泥嗱，終於開始出現翻啲好長嘅陽燭啦。我使佢呢一浪咧反彈，如果上翻250天線咧，係可以睇到大概53.7到53.8嘅。Eric Kwok 就問中升88147.5有貨。可唔可以俾止賺同上望價？咁上望暫時就係59蚊啦嚇。咁止賺位咧就你咁買得咁低咧，你嘅止賺位係可以放喺54.5咯嚇。54.5就睇59蚊，用54.5做止賺。跟住 Wing Yan Lee 問1385咩價可以入？1385就係上海復旦。個走勢就可能仲呢一陣，如果反彈上唔到100天線咧，可能都會再回頭試翻11.1嗰個支持。我驚佢個調整未夠啊，可能如果11蚊失守嘅時候咧，會落去翻10.06嗰啲位，可以睇下有冇機會落翻10.06嗰啲位先至買咯。阿 Lam 就問7500呢個。南方恆指嘅ETF 咁就有貨係咪要走一走先？係啊，都見到個走勢係一浪低一浪嘅走勢因為恆指我哋話啦，連續兩日都收到一條100天線同埋個頭肩底嘅頸線以上，如果聽日都收到喺24830樓上咧，咁可能嚟緊係真係。有機會係嘗試翻條250天線去到25400左右嘅，咁所以就走一走等個走勢大市走勢弱翻，你先至去買咯嚇。咁123 investment 啊，買貨係咪睇10天同20天線？係嘅。咁至於睇10天定20天線咧，你就可以睇翻佢嗰個走勢，嗰只股份嘅走勢韻律。咁如果佢一路升，一路破位，但係每次回調咧，落到10天線就跌唔落咧，咁你咪用10天線做一個買入位咯。但係如果佢每次回調咧都落得深啲嘅，要落到20天線。先至停嘅話咧，咁你就以20天線嚟作為一個買入位啦。新撈就問馬鋼話有好轉，上望幾多？佢係2.47買嘅，有4手點算？如果今轉升穿1.94咧，就反彈睇100天線咧，就大概係2.02咯。咁你可以到時候你呢啲挨價位同埋鋼材都始終係供過於求。鋼價就起唔到，咁你可以如果去到2.02嗰啲位，你可以先沽兩手，減磅啦。Sandy 就問1787，只山東黃金，20.09有貨，幾錢走？佢而家個50同100天線大概都喺20.03左右啦，你俾到盡20.03，所以你入個位唔係太靚，至多都係可能咧就係輸少啲走，20.03輸0.6，但係如果跌穿18蚊咧，就要忍痛止蝕啦，跟住咧就李準基問過啦，所以我唔答你啦。Black Cat 黑貓就係268，
金碟22蚊買嘅，22.7買嘅可以上望幾多？金鑽可以上望24蚊啦。咁你22.7買咧，個指示位咧就可以放喺21蚊啦。跟住咧就超光蛙就話288隻萬洲6.33有貨，2500股上望有多少？佢出咗個第三季業績，但係股價都係弱，所以不過 RSI 就出現咗個底背池啦，就上望翻呢一陣可以睇翻6.45到6.5先咯。咁你到時可以你6.33買嘅，有機會係賺少少走嘅嚇。咁跟住古壇正手3500光銅10.08先有一手。參考個目標價，如果係可以突破10.02企穩咧，可以睇10.05，咁你到時候就有錢賺啦。咁如果個指蝕位咧，就可以係放喺9.2咧，用9.2嚟做指蝕。跟住就有位網友就問362信陽無尖3.75買上網幾多食糊？佢近期升到上去3.09咧，就好明顯啦，俾條250天線擋住嘅，所以上望就係3.09。咁你3.75買咧，因為冇乜水位啦嚇，但係都冇辦法跌穿3.4就適宜去指示啦。Ali Chan 問只3988中銀2.6有貨，我現價可唔可以溝？現價又唔抵咯，你2.6而家2.56爭4仙係咪？今個禮拜一佢都達過落2.45，你起碼嗰啲位又唔溝，而家上翻嚟則唔好溝住啦。你2.6又唔需要溝啊。你如果升穿條100天線就啱啱2.6個位，再上翻高啲2.7到2.75，你都可以食糊啦嚇。我就唔建議你呢啲位相差同你個買入位相差無幾就需要溝咯，唔值得溝咯。跟住有Ivy Young 咧就問只135昆崙能源嘅，咁佢冇講買入定買咗未？暫時睇咧，股價就係喺4.9至5.5之間上落啊。近期走勢有少少轉強，因為都開始啲天然氣股咧跌得多咧，有啲資金流入加上第四季都係取暖用天然氣會比較多啲都有利呢個板塊，咁所以上邊就睇5.5-5.5啦，指支持位咧就4.9嘅，跟住咧就CL Wong 就話今日入咗只神州數碼861上望幾多？上望咧就如果100天線而家就係5.95。如果升穿5.95就睇6.15咯，暫時似乎咧個水位唔多啦嚇，因為佢呢排嗰個每一日個波幅咧都係好窄嘅啫，好似今日咁樣高低波幅得2毫子，最高5.91，最低5.71，跟住就沈大師問1858春立啊，4.65-9.5有貨。咩價可以溝一溝？上望幾多？其實教育股呢排咧都係弱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去溝嘅話咧，就溝31蚊嗰啲位溝咯。咁上望咧就係36蚊左右啦嚇，36蚊至36.5啦。跟住咧就係sorry 唔係教育股，依係醫療股嚟㗎，講錯咗春立醫療。跟住 Jan 就問1268美東汽車點解跌得咁緊要？冇乜點跌啊！近期創完新高價33.2，而家落翻到30.07，跌咗2.幾銀錢，10% 都未到啦。佢升得多嘛？你睇只美東今年4月都係講緊11.幾，升到33，升咗2倍噶啦。RSI 已經好明顯係背持都好緊要噶啦，所以咧就有少少錢賺，快啲走啦嚇！我建議你。跟住 Candy 咧 ，Candy 冤就問只1776廣發證券上望幾多？上望11.1啦嚇，7月嗰個高位11.1嘅，咁就I Hold 就話6060，眾安在線37.9入咗，
可唔可以再次上42元？但係今日見到佢咧個低位又穿咗近期嗰個37.85嘅低位啊，所以咧而家40元十天廿天線咧因為失守咗咧，會暫時變為一個阻力啊，除非升得破40多元，先真係可以再嘗試翻42啦。啊，否則你話40元會有阻力嘅。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有冇答到啊？啊，未答3669隻永達汽車10.58有貨，上網幾多？上網12元啦。咁啊，支持位咧就係10.05就啱啱你買入個位嘅。跟住咧就1177啊 ，Chiming Yu 就話8.8買入咗隻中生製藥。咁佢呢排多咗啲藥咧，就通過咗一致性嘅評價，股價亦都好似開始有個觸底回升。咁啊，可以睇翻8.5嚟去走啦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是、Wing Yan Lee 就問1385上海復旦。頭先答咗啦嚇，上海復旦。跟住就美方就問1060隻阿里影業1.1有貨，要唔要止蝕？其實當時我話105穿咗咧就要止蝕噶啦嚇。咁啊，都係今日仲曾經跌穿1元啊，見過9.7止蝕咗佢啦嚇。跟住有網友就問9923怡卡可唔可以入？唔得，你睇個走勢啊。跌穿45元呢、這個都派咗。如果睇而家，我驚佢嘅咧喺45元樓上咧就派咗3個月，而且咧佢可以由80元跌落嚟，連45元都穿咧，100天線都穿咗咧，應該就仲未嗰、那個跌勢仲未完嘅，所以未買得字咯。跟住咧就係2196隻復星醫藥。34.3有貨，可以再上嗎？暫時廿天線會有阻力啦，廿天線而家就喺大概33.4嗰啲位咯，啊33.4有阻力嘅。另外咧就係、是、微盟 Angel 148問2013.13.5有貨，有3000冇止蝕，現在可唔可以溝貨？依啲位你13.幾都得嘅，但係你要有紀律咯。如果跌穿9.5咧，你後來溝嗰啲咧，你如果假設現價10.36買，跌穿9.5，輸8毫子咧，就要止蝕啊！你有個咁嘅心理準備，你先好溝啦。跟住就阿 Maggie 問763前景同埋目標價，中興我係唔睇好嘅。第一就佢同華為比，佢嘅盈利能力係差過華為，咁加埋而家。以美國為首，歐美都係對中國做 5G 設備嗰啲嘅製造商包括中興在內咧，都一定係唔會放鬆噶啦。咁所以咧就個前景都唔係咁樂觀嘅。咁你話目標價彈翻上50天線左右就19.5咯嚇。不過我唔睇好呢只啦嚇。FOO 半豬就話我頭先講9999幾錢可以上車，聽唔到啊，即係網易因為如果升穿呢一個137就睇142，咁你就要計咧咩位入去？譬如話137第一個目標咧你係覺得係吸引。咁如果係133，你去到137.4元，你覺得呢個第一目標吸唔吸引先？再142咧就有9元。我會定喺133左右買咯，咁就穿129咧就止蝕嘅。Singtech Tam 咧就問只南航105點睇？4.5有貨，4.5咧就呢、這個位近期嚟講係買得高咗啊，所以你見到佢今個禮拜、上個禮拜同尾咧，同今個禮拜初曾經係跌到去4元嘅，所以4.5見翻咧，你都適宜係。平價走咗佢咯，咁就如果跌穿4.15咧，就可能止蝕啦。跟住咧就洛陽木業仲可上幾多？今日我哋都講咗啦嚇。咁如果3.2之後個目標就另外咧就 Yen Huang 就問4.1675亞信科技
睇幾多？而家上網咧就係11.65嘅，支持位就10.05，上網11.65。Betmore 問只瑞星60蚊同50蚊都有貨，唔知道今次會上望幾多咧？我會暫時睇條50天線45蚊，45蚊會有阻力咯。Cindy 就問6958，證明服務5.78有貨，使唔使走？可以等一等啦，因為佢個 RSI 出現咗一個底背馳，雖然近期個股價再創新低，但 RSI 咧就冇同步創新低，希望佢可以反彈翻。高少少，上翻大概5.1嗰啲啦，希望啊就咁你輸少啲嚟走咯。跟住就確就問2115，未答嘅啲就捷森龍，但係你又冇講話咩價買，我之前冇睇到你喺 YouTube 呢邊啊，因為我一路跟住我記憶中咧就冇見過2115嘅，麻煩你就再。講翻你嗰個買入價，我先可以俾意見。一陣間咧，我會喺下邊就碌一碌，睇下你有冇寫入嚟啦嚇。跟住咧就Clara 咧就問772點睇只粵文，粵文個走勢都係強嘅，喺度似乎就整固緊，因為之前衝到上去接近70蚊，就回調，但係咧回到61.6咧就跌唔落啦，所以咧就只要唔穿61.5咧，消化完調整完咧。首先可能都會再試翻67蚊嗰啲嘅阻力嘅位嘅。Maggie 就問2628，國壽20.45有貨，點操作好？趁反彈沽啦嚇，你20.45，因為呢排保險股都係自從即係出咗第三季嗰個嘅業績之後咧，都係弱勢嘅，咁就彈翻上18蚊要走咯啊！就用18蚊嚟做游水位啦。跟住 WH 周就問農夫山泉9633係咪有力再上？係啊，今日你見到咧破腳穿頭嘅走勢好靚噶，嚟緊應該可以都收咗個幾月貨啦。應該可以再試翻39蚊、39.5到40蚊個高位。如果今次第三次到頂而破咧，就直情係可以繼續揸添嘅嚇。另外就 Irene 問只依個怡卡頭先答咗啦嚇，唔再重複咩咩問只有中國有賺，亦都係答咗嚇。咁頭先我就話買中國有賺，不如買赤子城嘅。跟住 Amy 咧就問長和一號仔上望幾多？52蚊買嘅。如果呢一陣升穿條100天線49.5咧？咁就可以上望翻51蚊到51.5啦。咁到時差唔多接近你個買入價，你可以決定係唔係走咗佢啦。Cindy 話個畫面睇唔清個號碼同股名，冇辦法啦，因為可能我呢個應該係個報價系統有問題。你用 ETNet，我唔係用 ETNet。跟住咧就睇落去啊！卡卡就問1585只雅迪，13.3入嘅可唔可以留咧？哇！你睇佢嘅走勢咧，嗰好明顯咧就係頂背馳啊！佢上個月創新高價14.6，當時哇，周街都話電動車係睇好，但係 RSI 咧係明顯咧就係背馳，仲低過。九月嗰個最高嘅 RSI， 而家咧就有少少頭肩頂嘅一個形態。咁如果係13.3，我諗你兩手準備咯。如果佢彈得上11.77左右咧，輸少當贏，你可以到時走。但係如果跌穿9.5咧，就一定係要忍痛沽啦，因為佢係由2蚊升上嚟嚇，升到14蚊，升咗6倍嘅股價。你係用一個半年前嚇，比半年前高出6倍嘅價嚟去買一隻一隻股份。有陣時咧升得多啊，就算個前景好啊，佢一旦調整起上嚟咧，都唔係人咁品嘅嚇。
師傅，9999咧，其實答咗嘅 Elizabeth 咧，佢就150蚊有嘅。其實你啱啱聽翻轉頭咧，使唔使換馬？都阿師傅都講咗，其實等翻高少少咯。如果你網二你覺得揸得唔舒服嘅，仲有好多嗰啲啱啱都講過咩9618啊嗰啲可以揸噶嘛，係嘛，師傅？咁啦，我就喺後邊再睇。其實今日我諗答咗好多。係啊，佢哋啲問題都好唔同喎，兩邊 Facebook 同 YouTube。嗱，呢個。傾必空咧就問576上望幾多呢只咧就係黃勇浙江喎，呢排公路股都仲係嗰個復甦得慢咧，係中第二季有一段時間咧就直情疫情咧就冇路費收，咁所以咧就上望咧我睇就100天線5.7到5.75啫嗱。另外啊 QOO Show 咧做咩你幫我改名叫我洪師傅嘅啊？創揭打錯字啫，講笑啦，唔緊要啦，就598隻中外運2.58入嘅，使唔使止蝕？今日其實都見過2.58，我唔知係咪今日買嘅啦嚇。咁啊如果唔穿，但係你冇理由，如果你今日買，冇理由嗰頭買又嗰頭嚇即係如果你今日買咧，你就唔聽話啦嚇，升咗四偏離條十天線咧。你先至去買十天線，只不過係2.28，你2.58啊，比貴3毫子咧，咁自然係會產生個拉力咯。咁如果唔穿呢一個2.35咧，就揸住先啦。好，咁啊，師傅答完曬嘅六波係嘛？阿森嗰度話冇答佢，我未必答你，因為頭先已經答咗914啦。啊，海螺我已經答咗，話可以反彈翻上呢一個，大概係53.5咗，53蚊至53.5嘅。咁啊，加唔加就你自己決定啦嚇。好，咁嗱，最後尾我哋今日咧就同阿師傅傾到呢度啦。咁啊，美國總統大選咧都仲未有結果，咁啊，聽日睇下點。咁啊，不過咧形勢就非常之接近啦嚇。咁啊，大家繼續密切留意。嗱，聽晚黑咧喺我哋呢一個嘅網上世界啦，咁啊，新城財經台咧就會有一個海外星學寶出爐嘅網上講座。聽晚7:30到9:00舉行噶。咁啊，所以咧聽晚我同師傅咧就要7:00咧就要做完節目先，咁啊，讓路俾。網上講座就會有阮子希啦，同大家講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嘅重新部署、重新出發，再加埋咧今日都發生咗咁多事啊嘛，大家不妨可以聽下阮子希點講啦。好啦，師傅，請你申報下有冇持有上述港道股份啦。係中聯重科關聯户口係有持有中聯重科1157嘅。好，咁我哋今日咧節目先到呢度啊嚇，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